西方地产集团公司曾荣膺俄罗斯标准奖，下属有十多家公司从事土地规整及投资项目预备。我们建议进行下列投资项目：前锋住宅综合体，总面积为38万平方米；霍尔莫戈罗夫卡住宅综合体，总面积为38万平方米；萨利科斯耶住宅综合体，总面积为25万平方米；建设大型国际商务中心；琥珀水上乐园，距波罗的海3公里，占地总面积为10公顷；卡希尔斯科耶项目，旅游休闲中心，总面积为50公顷，位于波罗的海岸边，毗邻库尔斯沙嘴自然公园；卢戈沃耶温室综合体，总面积100公顷，靠近300兆瓦容量的发电站。健康项目，生产糖替代品，甜橘干和橘粉。饲料添加剂项目，生产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所用的饲料。卢戈沃耶工业区，总面积100公顷，靠近300兆瓦容量的发电站。物流项目，建设物流中心、仓库、加油站，毗邻欧盟边界。生态项目，采用创新专利技术，柔性防波堤，保护海岸及建设浴场。在2015年2月，俄罗斯建设部举行的首届城建大赛中，本集团的综合开发前锋项目荣膺全国最佳大奖。大赛最有威信的奖项中共有52个项目，优胜项目的主要优势有哪些呢？大范围，38万多平方米，住宅含所有基础设施，所只建设2个住宅街区，解决1.2万人的住房问题，建设周期为3到5年。先锋项目是在参与国家计划俄罗斯家庭住宅，具有社会意义，计划建设5.5万平方米以上的经济型住宅。该项目在国家私人合作模式框架内，与古里耶夫斯克区政府合作完成，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建设社会及公用工程设施项目。交通便利，到加里宁格勒5公里，到古里耶夫斯克3公里，到机场18公里，到海滨25公里，毗邻有关公路也在改扩建。先锋项目的土地上没有存量建筑，所指建设工程中不会有限制。发达的公用工程基础设施，现有主干管网及近户管网项目。准备状况良好，已获批第1期、第2期施工许可证。先锋项目实现后的净利润，全部住宅销售的净利润是56亿卢布。通过销售、出租或利用以下有关的设施，还可以获得额外收入：商业休闲设施，包括美食市场、酒店、运动中心；汽车服务设施，带有停车场、加油站；成立物业管理服务公司，带来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。本集团诚邀伙伴们加盟先锋项目的实施。有关本集团的投资项目详情，敬请关注屏幕所示联系方式，欢迎垂询。